现在是7月8日，星期三，美国中部时间9:43上午。我们离开了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罗市。这边正在下雨。我们要去的方向，第一站是南达科他州下右侧出口。刚才我看了天气预报，这边是沼泽。快捷的路线从 Interstate 90。这边沼泽地啊，一大片沼泽地。刚才看了天气预报，我们的目的地这个南达科他州的首府是晴天。我们现在差不多要花7个小时才能到达那边，中途会加油休息吃午餐。今天的雨，这边的雨还小，属于小雨啊，不像昨天这样的暴雨。现在是7月8号，美国中部时间下午的2:25，我们已经进入了南达科他州的境内，还有3个小时左右，我们可以到达南达科他州的州议会大厦。现在天气多云，
7月8日，美国中部时间晚上7:50，我们结束了南达科达达科他的达科他州的活动，前往北达科他州。7月10日，星期五，现在是美国高山地区的下午3:44，美中地区的5:44。我们马上就要，我们的这个玻璃又碎了很多，哇，又碎了。前面马上就要进入犹他州，现在还在爱德荷州。还有1小时40分，我们可以到达今天的目的地，就是盐湖城，犹他州盐湖城。我们去拜访州议会大厦。
7月11号，当地时间也就是美国的这个高地时间是11:18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早晨9:30离开犹他州的首府盐湖城，朝我们的目的地是去爱德荷州的首府叫 Boise。那么中途呢，我们现在中途发现了车况又出了问题，右前轮呢是漏气了，所以呢我们只能开一段时间，收到警告信号以后，那么我们再打气，希望能够到达州府，寻找到修车厂啊，去补气，检查一下轮胎的，该补的补气啊，补轮胎。这边是2020上海独立全美快闪，我们已经完成了28个州，现在朝第29个州，就是叫爱德荷州的州府叫 Boise 去，差不多还有3.5小时这样。5:17，美东时间7:17，7月11日，星期六，我们已经到达了爱德荷州的州府叫 Boise， 然后我们前面应该看到它的州议会大厦竖立在我们面前，也是巍峨的、雄伟的，然后很典型的。圆顶啊，半圆球的屋顶，然后廊柱。
现在是7月11日星期六，当地时间6:15，我们离开了爱德荷州的州府 Boise， 去朝着华盛顿州州府西雅图方向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因为已经晚了，所以呢我们会在中途叫一个叫安大略市，俄勒冈的安大略市，我们在那边住宿。那明天呢，我们可以按照计划呢，希望计划到华盛顿州的州府西雅图。这样呢，我们就花了一个星期7天的时间呢，完成了从东边，美国东边到美国西边，这个横跨美国本土。那么横跨美国本土行程，估计会差不多应该达4000英里，这样4000多英里。啊，就现在已经3400英里，啊，3400英里，所以呢，总共会到4000英里。那么这边是2020上海多利全美快闪活动，我们刚才完成了爱德荷州的快闪活动，我们是第29个州。那明天到西雅图呢，刚好是第30个州。美国本土一共有48个州，啊，如果完成，那么才剩下呢十八个州。这边是天气晴朗，那么比较炎热。这边呢就是高原。